欢迎收看今日看天下，天下尽在你手中。大家好，我是海翔，很开心又可以在这个频道当中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二、星期四跟星期五下午一点钟为大家播出，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当中，大家也可以欣赏到这个精彩的节目。诶，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海翔这两个字哦，到底是艺名还是本名？怎么取得那么像这个偶像剧里面男主角的这个名字哦？其实是这个艺名哦。说到这个名字的部分，让我想到，最近有一条消息，就是说呢，这个候选人的这个中文名字在旧金山的选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待会呢，我们在专家话当中就请到一位候选人，他打算选这个 Chinatown 第三选区的市议员了。他的名字中文名字不能用了，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待会专家话当中我们会访问到他，听他怎么说。再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仇恨边缘了。今天这个仇恨边缘要介绍一个新的这个团体，也不算新，它已经有20年历史了。它叫做 Lavender Phoenix， 这个名字取得很特别，也很奇怪，他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其实呢，他是一个呢服务这个 LGBTQ 的这个弱势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哦。那刚好下个月呢，又是这个旧金山的骄傲同志周等等同志月哈、哦，所以呢，特别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团体，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么多精彩这个节目，通通不要错过。我们今日看天下哦。好，说到这个周末刚好又是这个长周末，所以要提醒大家，很多人应该会出去玩，开车出去玩也好啦，或者是说呢，坐这个飞机出去玩。特别是这个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为什么我会提醒大家？因为就发生了一条消息哦，这就是呢，从这个新加坡的航空，从这英国要飞往这个新加坡，在途中的时候，大概在37,000英尺高这个高度的时候，忽然间在3分钟之内下降6,000英尺，等于到31,000英尺。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下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就导致了呢一名73岁英国男子呢他就死亡了，还有20多名的这个乘客受伤了哦。那据官方讲说，这名男子可能是有心脏病的关系。你想想看，坐飞机在高空这么大的这个起伏，当然可能有些人心脏可能会承受不住。那后来这件事爆发之后，后呢，这个新加坡航空这一班是777-300这个航班呢，他就呢飞到泰国去哦，去暂时为这些伤患者呢来处理，然后再把他们呢就再回到这个新加坡。那在途中，其实新加坡他已经有这个新加坡航空他已经有发布这7700的这个紧急信号，所以表示说当时应该是蛮紧张、蛮害怕的。所以也请大家真的出去玩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注意，特别在坐飞机的时候，如果遇到乱流，赶快回到座位，赶快把这安全带系好。好，说到另外一条，我们讲旧金山的这个事情，就看看我这有多有远见。我们之前这个市长不是布里德，他跑去这个中国去签了一对大熊猫回来嘛？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说，不可能明年旧金山动物园就会有大熊猫跟大家出现，因为他当时讲的就是说呢，2025年的时候，这个旧金山的动物园会有大熊猫，同时这不用纳税人的钱，他是要用到所谓的这个捐款啊，你可能用私人名义捐款，或者私营的企业捐款、慈善机构的捐款来养这个大熊猫。那可是现在就出现了问题，这笔钱的被目前是这个动作是被暂缓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在想说，会不会市政府呢？这个旧金山市长办公室跟这些盈利单位啊，或者这些捐款者，会有利益上的这个冲突，是大家现在呢就把这个动作呢把它推迟了。那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些厂商，比方说像是联合航空，他就想要来赞助这个大熊猫，但是联合航空他现在跟市府有一些合约，跟机场也有一些合约，所以呢这个动作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未来可能有一些利益，所以现在这个动作整个来说就是先暂缓的一个情况。那说到这个大熊猫要来住在旧金山，我觉得不如就把旧金山的这个居住的问题赶快先解决还比较重要。什么问题呢？其实布里德市长呢，他在5年前他推出了一个5000万元的一个计划，要来帮助呢这个青少年无家可归青少年呢，他们呢有地方可以居住。他原本想说呢，用这笔钱啊来做这样的事情，计划是可以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呢，全部只有呢到最后只有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可见这个目标设得太大，结果真的是反而是不尽理想啊。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个计划打算也
延到这一个今年的年度到2024到2025年这样的一个年度。那目前从2019年开始呢，旧金山市府已经帮助450多名年轻人获得住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目标呢还是远远的这个不够。那也不是呢这个布里德市长一个人的问题，因为长久以来旧金山的这个 homeless 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之前纽森市长他就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解决到现在布里德到任都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旧金山来说是非常的这个大。但是呢，布里德呢，他也说了一些亮点出来，他就说了，2019年的时候在收容所住的这些无家可归年轻人比例，那时候是占了大概是22%，现在是大概增加到31%，所以大部分有增加比例是住到这个收容所当中。另外呢，还有住在外面的这个比例呢，从970人下降到823人，还是有一些进步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必须先关注大家比较周边的这些问题比较重要，民生问题比较重要，熊猫的问题可以比较摆在后面一点。再来看看上个星期五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这名叫做这个 David DePape 的这名仁兄，他不是到了 Nancy Pelosi 他家要去打这个 Nancy Pelosi 吗？结果没打成，打到他老公嘛。后来上个星期五是要准备判刑，现在这个判刑要重审了。为什么？因为上个星期五在庭上他没有机会说话，就是因为这样法官觉得说呢，他应该我们要有应该有这个责任义务让他有这个机会发言，那没有机会发言，当时他没有机会发言，所以必须再给他一次这样的机会发言，才可以呢最后才能开始判审哦，就是大概是判他30年跟20年，加起来总共是50年的这样的一个刑期哦。所以呢，这个有时候美国的这个法律也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保障人权的。最后来讲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买这个产品，我不是果粉啊，所以基本上我不会买这个产品，就是这个 Apple Vision Pro，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买，据说是3499块钱在美国区内，可是现在呢在国外其他地区大概要卖到5000块钱，5000块钱美金，你愿不愿意买？我告诉你还是有人去买，因为有些人迫不及待想要试用了，像是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机场了，就卖了大概要5000块钱左右。那至于为什么会有5000块钱，很有人就解释，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运送的成本啊，还有是在机场啊，所以比较贵。好了，以上这么多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一些想法带给大家，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今日股价，今日来到南山凡士的一间超级市场，看看薯仔几钱先。最便宜的有这一款，它是10磅装的薯仔，它一包10磅装就6.99元，咁除翻开平均咧就系69.9仙一磅，而最贵嘅咧就有呢一种细 size 啲嘅，佢叫做 Baby Dutch Yellow Potatoes， �咁佢系3磅一包，咁每包咧就6.99元，除翻开就系2.33元一磅，呢一款系最贵嘅。我哋今日嚟到南灣 Cupertino 嘅一間超市，咁睇下馬鈴薯嘅價格啦。咁呢個馬鈴薯咧，一磅咧係7.99元嘅，係呢種大嘅馬鈴薯，7.99元。係啦，咁當然有其他種類嘅馬鈴薯啦，好似呢一種代代黃金馬鈴薯咧，係5.69元，係呢只。咁仲有一種咧，平少少嘅5磅裝嚇，係5磅裝係1.79元。7.99元一包，哇！呢一個真係平啦。現在在 Waste Lake 的 Target 可以看到了，這個馬鈴薯呢是5磅3.99元，其實一磅呢不到1块钱哦，一磅不到1块钱。再來看看，再看看這個呢是2.99元3磅，所以是一磅也不到1块钱。是3磅3.89元，是差一磅差不多1块钱多一点点左右。今次来到三藩市日落区的一间超级市场，最贵的有2.69元一磅的红色薯仔，最便宜的有69仙一磅的黄色薯仔。
今日看天下，天下尽在你手中。接下来这个生我之多低哈、啊，要跟大家来谈谈的，就是说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些长辈们啊，这个独居老人，他们可能需要伴侣哦、啊，就是平常的 homemade 这种伴侣啊，来一起有一个伴侣，生活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也比较安全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不老八十，今天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话题，一块看看。咁啊，当我知道你哋嘅服务啊，原来可能可以帮人。找大家嚇適合的一啲一起住的叫 roommate 啦，我哋咁講，或者叫 housemate 啦咁樣嚇，咁係一個非常之好有意義嘅服務。嗱，咁我就唔好講咁多啦，不如由你介紹翻究竟 Home Match 係一個乜嘢機構同埋做啲乜嘢？好多謝你今日即係俾我作呢個講解啦。好似學似你頭先話齋，好多人baby 逼遷，又或者係佢哋嘅伴侶過身，咁咧就少咗一份嘅收入去支付嗰個租金。所以一開始好多我哋依個項目嘅時候係主要幫助好多不能夠負擔租金嘅長者，又或者係突然間失去另一半嘅收入。通過幫佢哋出租家中其中一個空房咧，咁我哋可以增加佢嘅收入啦。除此之外咧，有好多長者佢哋其實都覺得有啲孤獨啊，或者想有人陪啊，想有人傾偈啊。咁通過揾人入住咧，我哋可以增加佢哋嘅社交聯繫啦，有人可以同佢哋傾偈，而且萬一有咩事嘅時候咧，都可以有人幫佢哋求救啦，係嘛？即好似有個伴咁啊！係啊，有個伴啦。咁我哋咧就做室友配對啦。咁首先講解一下點解我哋嘅服務係免費嘅咧？係因為我哋嘅母公司 Fun Porch 咁同埋社長辦公室同埋嗰個即係三藩市嘅市長辦公室。係啊，市長辦公室同埋嗰個無家可歸者同支持性住房部提供嘅資金去營運嘅。即係都係政府嘅資金。即係你哋一個非牟利機構嚟嘅，係非牟利機構。我哋提供嘅服務咧係完全免費嘅，無論你係提供房間嗰個人，又或者係想揾房間嘅人，我哋提供嘅服務對於雙方都係免費嘅。其實真係我就真係最近先聽到你哋嘅服務嘅，尤其是喺華人社區度，係咪其實因為你嘅加入啱啱開始就喺華人社區度開始俾人知道多啲嘅服務啊？係啊，由我加入開始咧，我就好落力咁樣去做呢個推廣，因為我覺得我哋華人社區好多人都係會需要呢個服務嘅，同埋亦都需要多啲識講中文嘅人提供房間啦，因為咧。講中文識同埋揾房間嘅人咧，其實係好多嘅。係咁有一部分咧，佢哋唔識講英文，咁就會可能比較難同淨係識緊講英文嘅人配對啦。所以我好落力咁去揾同埋推廣而希望咧，我哋能夠揾多啲人提供房間同埋識講中文嘅，咁就比較易配對啲啊嘛。其實我好想知道咧，你哋嘅機構當初成立嘅目標。標啊，或者係點解你哋成立一個咁機構？點解咧？係因為我哋想幫助啲老人家安樂養老啦，幫助佢哋獨立啦，通過即係你嘅室友提供嘅幫助去幫佢哋獨立，增加收入、社交聯繫同埋防止佢哋被迫搬遷啦。係啊，因為如果咁我哋可以幫人。他們找到一個室友入住的話，他們就無需要搬去其他較平的地方。有時候除了搬遷之外，他們也可能被迫買賣他們現有的屋企。為什麼呢？他們可能負擔不起地税啊，或者是其他的費用，而被迫要買賣他們的屋企，其實這樣是很慘的嘛。但如果譬如這個服務你們做咗都一段時間，做咗幾耐？其實2012年開始喺 Marine 咧就已經開始了，即係11年前，係11年前差唔多啦。跟住2017年喺三藩市開始營運到而家。哦，三藩市2017年開始。其實而家疫情之後係容易咗配對啊，定困難咗咧？疫情之後咧，反而就有啲。困難啦，都唔係算困難嘅。疫情當時我哋都得到好多人提供啲房間，因為啲長者需要人陪，佢哋突然間覺得即係 lonely 啊、寂寞啊，想有人同佢哋傾偈。因為好多其實可能係獨居仔女喺其他地方住嘅，所以當時候咧有好多啲長者
提供啲平價鳳間，咁啲鳳間通常咧係500蚊至600蚊，有時候可能係100蚊，係佢哋自己定位嘅。咁通常呢啲平價鳳間咧係需要提供啲服務啦，打個比喻同佢哋食飯啊，或者一個星期同佢哋一齊睇電視機啊，幫佢出去 pick up 啲 grocery 啊咁樣啊。咁我想知道，譬如頭先我哋講緊咧，就係話。可能自己獨居嗰啲就可以揾一個配對啦，揾一個啱嘅人同自己一起住啦。咁譬如係咪一定要一人一間房啊？定有啲直情係大家共享一個房間定係點樣嘅？通常房間咧就係肯定係獨立嘅嚟，獨立一人一個咁樣。係一人一個，所以如果有人提供房間嘅話咧，咁佢哋通常就係兩房一廳嘅屋企，咁佢係可以公寓啦，或者係車庫下零件嗰種獨立房間都可以。好了，更多的这个详细内容，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天下卫视的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当中，可以收看更多精彩的这个单元跟内容。好，接下来这个仇恨边缘，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 Lavender Phoenix。这个单位已经成立了20年了，我基本上来美国也超过20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单位。后来呢，我们就决定了采访一下这个单位哦，来看看这个单位它到底是服务哪些的这些弱势团体，包括像是跨性别的啦，还有这个所谓 LGBTQ 这些弱势团体，它都有在帮忙。它的服务内容到底还有哪些呢？我们一块来看看。欢迎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 Lavender Phoenix 的执行总监王总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块来欢迎他。Hello， 总监你好。嗨，你好。你好。对，这个 Lavender Phoenix 好像大家很陌生。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当这个总监，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在做哪些事情，好不好 ？That sounds great. So, my name is Wang Yuan, or Yuan, as I mentioned. I'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t Lavender Phoenix, and at Lavender Phoenix, we've been an organization in San Francisco for the past 20 years. It's our anniversary, 20年, and since then we have.Built the power of transgender, of non-binary and queer, so LGBTQ,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people. And for us, that means that, you know, we want transgender and queer and LGBTQ, Asian Pacific Islander people to have access to healthcare, to feel safe going around the city or in our own families, to have our lives full of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are supportive, and we try to lead work to make that happen.我比较好奇哦 ，curious， 就是说这个 Lavender Phoenix 怎么取一个这么特别的名字呢 ？I love that question. So, you know, in the 1980s, we had a lot of our elders who lived in the Bay Area, and at the time, you know, with the height of the HIV/AIDS crisis, so many gay men, lesbian folks, trans and queer folks were dying.We're getting sick from HIV and AIDS, and the government was even at one point saying that it wasn't real, was refusing to acknowledge it and refusing to offer support. And so at the time, some of our folks who are now elders, they got together and they made these two beautiful newsletters. One was called Lavender Godzilla, and the other was called Phoenix Rising. And these newsletters were a way for them to share stories about their lives, to share about gather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but also to share obituaries and remembrances of thei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who were passing away, even if the government wouldn't acknowledge that it was happening. So a few years ago, we wanted to honor that history. So we changed our name to Lavender Phoenix to honor the legacy of the folks who have come before us. 那我们接下来谈谈啊，最近社区发生的像歧视啊、暴力犯罪等等。我们本身亚裔已经在这个美国社会已经遭受到歧视，更何况是 LGBTQ 的这些朋友们，更是少数族群里面的少数。那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 Lavender Phoenix 有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吗 ？So our support really looks like three things. We call it our theory of change, and one pillar is around healing justice.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for folks in our community who need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upport, you know, our folks provide a free peer counseling service for trans API people. We also try to advocate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doctors, medical providers are aware of and specifically can cater and meet the needs of trans and queer API folks. The second pillar is around community safety. So you talked about some of those instances of violence, and we try to make sure on one hand that you know, we train a lot of our community members i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and de-escalation, in ways of intervening in violence where you can rely on each other, rely on your community. And we are also looking to change systems. So for example, right now, you know, a lot of our community members actually really struggle and experience violence even at the hands of the police. And so we're looking to both create ways of safety that don't rely on the police and also see if we can shift funding that's dedicated towards policing, towards things that really support us to thrive, like housing and healthcare. And the final thing we do is arou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building. A lot of our young folks in particular, you know, I can speak for myself even, you know, grow up without without strong community, without seeing our experiences represented and reflected around us. So we run a lot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young folks and older folks too. Maybe you come in the organization because you're looking for community. Maybe you come in the organization because you're looking for a service. We also want to help you grow and transform into a leader. So we have fellowships and programs for that as well.好，那想这个请总监讲一下，这个二十年来应该有发生很多事情，早期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Yeah, so more recently, actually, I think in 2020, we learned through social media of a really tragic incident where a young gay man named Jackson Salas was unfortunately found dead in the home of a stranger.And we learned also that his parents, when they asked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Medical Examiner, when they asked the SF Sheriff's Departmen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our son? These two parents of a young Filipino-Korean adoptee who was gay were told that they didn't deserve to know why their son died because of his sexuality. Mm-hmm. You know, for us, that was so horrifying.And we reached out and were able to connect with his amazing parents, Angie and Jim Salas, who had just started a campaign to call for justice in his name. And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ever since. And I think that's been a, in so many ways, a really tough journey. And I don't want to speak for them, but I know especially for Jackson's parents, because Jackson also passed awa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And so they were not just having to fight for inform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hey deserved, they were also having to grieve without the comfort of family and friends for a while. So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challenging, and I know we've been struggling together, there have also been beautiful moments. You know, I think 2 years ago, we led together our first vigil publicly for Jackson.On the day that he passed away, his angel anniversary. And we were able to bring almost 150 people out in front of City Hall in San Francisco to collect photos of him. We put flowers on an altar. Folks in his family who love him so much shared stories about his life. And we were just able to try to honor his life in the way that he really deserved and in the way that the city, that the government, that the sheriff's department wasn't. And so, you know, the fight for justice for him continues right now, but wherever our work goes from today, Jackson and his family are a deep, deep part of it. 谢谢董经理的分享，谢谢您，谢谢。那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
刚刚我在开场的时候就有讲说，这一个候选人的中文名字在湾区有多重要哦。那其实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选情都有可能。那为什么这个中文名字现在有一些争议呢？我们今天专家化的这个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呢。哎，我们先把他的这个背景先稍微说一下。他在过去二十年，他从事不同的这个职位，包括他当过老师，他当过律师，他还是社区这个倡议者，也担任这个副市府的这个律师等等的。他也参加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社团活动，也参加很关注很多的民生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他特别来到节目。他会说广东话，他广东话比我还好。我们请到的这位就是 Mo Jimenez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块来欢迎他。你好，哎、hey, ，你好，你好，我是 Mo Jimenez， 中文名是 Mo Dan Ming。嗯哼，我好开心，今日我哋一齐倾偈。哇、wow, ，我连这个 program 的这个单元名称我都念不好，他可以讲这一句哦。你可不可以再简单的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整个背景，好不好？好啊。我住喺第三区十年，嗯哼，我住喺三藩市二十二年，我系洛杉矶出世。我的爸爸妈妈觉得他们没有去大学，但是呢他很勤力，他们说哇你读书好啊，所以我去 Berkeley 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香港读书，所以在香港呢我学广东话，所以现在呢我去練習多啲，因為好多人係三藩市，同埋好多人係大三區，講廣東話，所以咧佢哋覺得我應該make an effort 講廣東話啦，所以咧咁樣。哇，实在太厉害太强，要鼓励一下他，真的是说的实在太好了，我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所以之前你去，因为是 Berkeley， 所以是 exchange student 嘛，对不对？所以到了香港去学习，所以在香港大概待了多久？广东话为什么还可以练得这么好呢？好啊，嗰阵时系1997年，我以前我冇咁多机会。去其他的地方，我是加州出世，我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世界旅行，所以我觉得哇，我可以去香港，那个97年香港刚刚翻中国大陆，所以好好的历史，我去香港，第一日，哇咁熱啊，哇，人人都講廣東話，喺Berkeley 嘅時候啊，香港人講英文，但係咧喺香港中文大學，對，喺新界，喺新界人人都講廣東話，所以我覺得如果我住喺呢度一年。應該有 communicate， 是，所以我日日都翻學學廣東話，但係咧，我同同學，我同同學，我同人人都練習，因為如果你想知道一個地方一個文化，你應該don't be afraid to, you know, make a mistake and try. 其实要了解当地文化，其实最主要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讲的真的是没有错。那 any funny stories you can share with us when you were in Hong Kong? 好多的，好多。因为我咁久啊，喂，差唔多两米，look check look tune。哇！所以喺香港咧，我第一次搭電車喺香港度有好 famous 嘅電車。我搭電車嘅時候打頭，
打頭，好多人搞笑，所以咧嗰、那個係好搞笑嘅英雄。有時咧我搭小巴，我有嗰、那個麵包，嗰、那個小巴嘅司機話：喂，咁高嘅麵包仔啊！哇，哎，你好司機，佢話：哇，你識講廣東話嘅，所以咧你好多人講嘢，但係有時候又聽。是，所以你看看他的身高，可以基本上是可以打篮球的身高。对，你的 wife 是 from Taiwan， 是 Taiwanese， right？ Yeah， and why you learn？ Of course， we know you are exchange student in Hong Kong，but you don't think about you want to learning the Mandarin part？ 嗰陣時我係19歲。所以我冇諗住我冇解決嘅動嘢。我真係第一日嚟香港，人人都講廣東話，即係有啲selfish， right？ 我想有朋友，我想有玩。所以如果我冇講嗰啲嘅language， 點算啊？大部分嘅交換學生，佢哋學普通話、國語、國語，因為佢哋解決佢哋嘅話 ，you know， 做嘢或佢哋想去中國大陸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我19歲冇咁講。And 我嘅太太，佢哋嘅父母喺台灣出世。我嘅father-in-law 好勤力，佢。讀書讀好好啊！有 scholarship fellowship 去 Rice University PhD， and 佢哋移民咗美國。我太太喺呢度出世。所以基本上这整个是北广，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接下来我们讨论那个 Chinese name， OK？ Who name your Chinese name？我嘅中文名，名字中文名系啦。我而家咧喺三藩市，如果你 run for office， 你应该有中文名。所以咧我同我嘅 campaign team， 我哋谂住点翻译我嘅英文名。所以。佢哋諗住嚟聽啊，因為英文名係 Mo Jamil， three syllables。所以咧點三應該我嘅中文名要三個字所以 Mo Jan Jamil 明差唔多咧，所以咧嗰、那個係翻譯啊。冇其他嘅 meaning。But the wording part, you know, who gonna pick up for you? Yeah, who pick up? Okay, campaign team. Okay. Yeah. 所以麦赞明，其实取得还真的是蛮好的。所以现在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们要选候选人，要选不管什么，要用中文名字。这个中文名字你现在不能用，你现在中文名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Yeah， 我下個月，我嗰個city 政府會決定我可唔可以用我嘅中文名。我希望佢哋會
話啊，你嘅中文名冇問題，因為咧係中國中文報紙佢哋用我嘅中文名，所以咧我個有 debate 係唐人街，我用中文名。我嘅中文名冇特別嘅意思，冇special advantage， 所以普通嘅中文名。嗯，所以而家咧，我哋等等，但係我希望佢哋會 accept 我嘅名，因為咧，如果佢哋冇 accept 嘅我其他嘅名有五個字，或者六個字，華人啲唐人會睇，哇，點解佢有五個字？點解啊？點解？每個人有佢嘅名係三個字，其他嘅 candidate 佢哋已經有佢哋中文名三個字，所以如果 what if 他們不能 accept 你的麥讚明這三個字的話，你覺得對你未來的 campaign 會有哪些的影響？我希望佢哋冇做嗰啲，但係咧，如果咁樣 ，then 我要work harder， 所以咧to communicate why I should win。其實呢，這次你上我們節目也知道說你要選那個 Chinatown 的District 的這個選區哦。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为什么想要去选这样的一个职位呢？为什么？第三块好紧要。第三块系三藩市嘅 center。我住喺嗰度十年。我每日起身今日。點可以幫第三區？點可以幫三藩市？所以咧每日我咁樣我同嗰啲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volunteer， 我跟city attorney 做嘢。所以咧嗰個十年，我可以睇點樣三藩市有而家有啲問題，我可以幫手。所以咧三藩市好多人話講第一係安全。如果你冇安全，冇其他嘅嘢，其他嘅嘢that's it. It's the most important. 第二係三藩市應該越來越乾淨啲。We need a cleaner city. We need a safer city. We need a cleaner city. 同埋我同我嘅太太，同埋我嘅son Oliver， my daughter Kate， 三藩市最好嘅係 families。但係咧，而家咧好多families 會覺得三藩市冇冇聽佢哋，所以我可以講乜，但係咧最緊要係聽，聽第三區嘅人，聽華人，聽small business， 聽 everybody， and 嗰個係最緊要。You can speak the 广东话，对不对？对，那你觉得广东话可以帮助你怎么样服务这个 Chinatown 的这些 community 这些人呢？讲广东话好紧要，因为我知道有人佢哋会expect or make an effort， right？ Listen to people， 但系講廣東話 is not enough， right？ 你要做嘢，你要you have to do the work， and you have to show up
for the community. Mm-hmm. And that's what I've been doing for 10 years. Mm-hmm. So it's important, but I recognize it's not enough. I think people will look at people's story, people's experience as the most important. 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你 interview 采访到这边，非常谢谢你，也预祝你这次的这个选战成功，非常谢谢。啊，多谢你，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有冇听过掩耳盗铃呢个四字成语咧？嗱，掩耳盗铃嘅意思咧，即系话一个人自欺欺人。咁但系掩耳盗铃呢个故事又系点样样嘅咧？嗱，相传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位大户人家非常有钱，他后花园嗰度咧就整咗一个铃，即系一个响钟，好大嘅钟。咁啊，呢个铃咧就手工非常之精细，亦都金光闪闪，价值不菲。咁有一日，有一个小偷咧就听到，诶，呢一户人家有一个非常之昂贵嘅铃，咁啊决定，做佢世界啦，即系想偷咗个铃。咁咧，佢就一嘢就爬落去佢个后花园嗰度，就见到呢个金光闪闪嘅铃，就谂住偷咗佢啦。咁啊，行过去个铃嘅时候，佢就谂住一抽，哇，咁重嘅，搬唔喐，点算好咧？佢就想了又想，啊，佢灵机一触，佢就手持一个锤仔，就谂住，这个铃咁大嚿，我搬唔喐啦，不如。我敲碎佢，敲碎咗佢，咁样样啊，变成好多唔同嘅 pieces 之后咧，咁佢就可以慢慢慢慢咁样样抬走呢个铃啦。都唔知边个教佢个咁叻仔，咁佢就一嘢敲 ，bang bang 一下，呢个铃就冇烂到，但系咧就好大声。呢一个贼咧就话：哎呀，咁大声会唔会引起啲人注意噶？咁佢又好叻仔咁樣咧，又諗到條橋喎。啊，我袋裏邊有兩個棉花，只要我塞住個耳仔嘅話，啲人咪聽唔到咯。咁呢個賊咧就塞住咗個耳仔之後咧，就攞個錘仔又繼續敲個鈴，諗住敲碎佢啦。誒，又真係細聲咗喎，等我塞入啲先啊。咁啊，繼續，個鈴就響響響。個賊咧就以為佢敲得好細聲，其實咧已經周圍嘅人咧已經聽到佢度敲緊呢個鈴啦，亦都慢慢慢慢咁走去呢個後花園嗰度咧，就睇下呢個小偷喺度做緊啲咩先。咁啊一路敲一路敲，咁啊知道佢係小偷啦，然之後咧成班咧就去捉咗呢個小偷啦。呢、這個小偷到佢俾人捉嘅時候咧，都唔知道點解佢俾人捉啊！明明咁細聲，點解佢哋都會聽到嘅咧？咁啊，呢個就係呢個掩耳盜鈴嘅故事啦。之後咧，亦都有人話呢個故事咧叫做笨賊敲鐘，即係話一個人自欺欺人。你哋覺得點樣樣？留言俾我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上个星期我们推出了这个太极养生的这个单元，请到这个黄师傅来教我们。播了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很好奇这个黄师傅到底是谁，怎么都没有介绍他。所以呢，我们的 Yenny 呢特别的访问到他哦，也跟他聊了很多，包括说呢，他什么时候学这个太极，然后太极跟气功有什么不一样。最主要是呢，这个黄师傅好像还是一位这个 NASA 工程师哦。我们快来看看。咁即係而家時興即係太極係一個咁 hit 嘅話題啦，咁啊想請教一下你點解要學太極呢？我自己私人咧就太極係一個傳統嚟嘅，係我哋中國傳統，係一個陰陽嘅學説，同埋係好 natural 嘅，係好自然一個規律。嗯。所以我覺得太極咧係除咗話技擊養生係好重要嘅，點解會對身體會有益呢？因為我哋嘅身體開合剛柔鬆緊，係配合到我哋嘅呼吸，增進我哋嘅血液運行。話時話嗱，師傅你領悟到咁多，你係學咗幾耐嘅太極，你先即係得到呢一個咁嘅感悟咧？我係由80年代初開始學嘅，
所以最少40年啦，40多年。嗯，即係你係一直咁學啊，定係中間即係停停又學下其他嘅？我開頭就學楊式太極，學咗10年㗎啦。學咗楊式太極之後咧，就遇到個老師學氣功，咁啊跟住學氣功啦。跟住學氣功之後咧，就嗰陣時仲年青，咁啊話我哋想學下有啲技擊嘅，咁啊收尾咧就90年代初咧就學陳式太極，一路都落嚟都冇斷過。嗱，咁你啱啱提到呢個氣功啦，咁氣功同太極有啲咩唔同？有分別啊，我可以講話氣功係好對身體一個好meditative。有正氣功，氣功分開好多種嘅，有正氣功、動氣功，有啲課醫學嘅，有啲課武功嘅氣功。但係太極咧，太極可以話係氣功嘅一種，因為咧，如果你將太極打得好柔、好慢，係意同氣嘅運動，但係氣功唔可以話係太極。咁所以你本職係？我本身是一個機械工程師嚟嘅，機械工程師，所以我就係諗下，我就係平時成日都做每一樣嘢，即係好似你話我哋練太極拳，點解只腳要咁樣擺，啲力點樣出，我哋成日都係諗一諗，以一個比較有系統性嘅好 systematic 嘅方法去諗一諗，點解會呢個事情會發生，點解我對身體會有益？你將個身體喺站喺一個某一個角度形成你去到一個 stage 係好靜，但係又好 balance 嘅。咁你好靜好鬆嗰陣時候，你啲血液運行係咪會好啲啊？好啦，咁聽你講咗咁多啦，咁如果好啦，我而家的起心肝，我想好好學太極啦，咁我應該點開始呢？開始做基本功啦，基本功就好似我哋有套功法叫前肢功法。前肢功法咧就係一個好基本嘅，將你嘅 body alignment 將你譬如腿部嗰肌肉增強啊，同埋將你我哋其實好多人就忽略咗嘅，我哋個腹部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個環節，核心啊，係啊，嗰啲人平時尤其年紀大咗嗰啲朋友啦，佢哋嗰個平衡力咧就冇咁好啦。腹部其實呢嚿肌肉咧就係好對嗰個平衡係好大好大幫助嘅，所以我哋平時做前肢功法、練太極拳嗰陣時候，我都成日都好提醒啲學生話：，你 engage 你個 core， 你唔 engage 個 core 咧，你第日咧你年紀大咗，你就個身體嘅平衡冇咁好啦。同埋當然你要最少嘅腿部嘅肌肉可以贏。咁即係睇你前肢功法就係學太極嘅第一步啦。係啊，嗰個係基本功嚟嘅。好，咁我哋就睇下你點樣去同我哋展示下呢個前肢功法係點樣打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黃偉儀 Tony Wong， 今日同大家分享前肢功法第三個動作開合折扣。開合折扣係除咗個膊頭旋開旋入之外咧，係將個心口一開一合。是一個直線咁嘅開合，我哋遲啲會做橫線嘅開合。有啲朋友成日話：我個心口我啲氣塞咗喺呢度，硬係落唔到去，條氣谷住。嗱，做呢個開合折扣咧，係對呢個問題有幫助嘅。今日我同我徒弟阿叔叔一齊對同大家一齊示範呢個動作。嗱，呢個動作咧，又係從無極裝開始。就將後面嗰只腳微開45度，前面向前踏。我哋將啲重心向前向後。如果我個重心向前嗰陣時咧，呢度呢前面嘅重心咧就踏實咗啦，後邊咧就虛。所以我哋嗰個虛實咧，成日要分得好清楚。我啲重心喺前邊或者後邊，千祈唔好喺中間模棱兩可，自己唔知自己喺度搖擺。是肯定我重心在前面，这个是实的，这里是虚，这里是实的时候前面就虚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由前面开始，就开将这个心口打开它，就向两边将力去到个拳头那里，去到个云章的太阳穴那里松回它。那么我们就一开一合，
一前一後，所以我哋嘅虛實要分清嗰個陰陽開合。有咩好處呢？除咗將我哋心口嗰度氣可以緩解、舒緩落去之外咧，你成日做呢個開合折扣，點解叫折扣？因為如果你嘅膊頭係好鬆嗰陣時咧，你就可以做到一個靠同埋折靠個嗰個開合可以做得好快，因為你個肌肉咧係好鬆嘅。嗱，我哋做另外嗰邊。一開啲力傳到係拳頭嗰度，向前嗰陣時一合，去到個太陽穴，再鬆落去，一開一合，前邊一開，後邊就實啦。虛實我哋分得好清楚，上半身咧係保持中正，唔好向後，亦都唔好向前。保持中正，將個胸開合，將個關節膊頭旋開佢，就可以將啲力好快咁傳。做完之後咧，又係將道氣慢慢帶翻去丹田。我叫阿叔叔出嚟做一做俾大家睇。一開啲力向側邊發出去，一合嗰陣時向住個太陽穴鬆翻佢，所以一鬆一緊，一開一合，咁啊將你嘅心口嗰度氣可以慢慢咁樣舒緩落去啦。一開一合，一鬆一緊，一前一後，嗰個虛實分得好清楚。如果都發尖，係啦，因為鬆咗之後咧，個膊頭就會可以做呢個靠膊頭打人嗰陣時，我哋太極就叫靠。各位朋友，今日嘅節目又完啦，下一次我哋會講。轉踭開合，轉踭開合呢個動作咧，係對我哋個肩胛骨好有幫助，同埋有時啲朋友個心口啊好多啊悶氣積住，同埋嗰啲肌肉係好緊嘅，係可以將你嘅心口舒緩。啊，如果對呢方面有問題嘅朋友咧，你最緊要收睇啦。好，今天的节目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励志哦，就是呢，我再也没有借口不把这个广东话给学好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也进行的差不多，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在说大家再见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二、星期四跟星期五的下午1点，在天下卫视38.2台频道为大家播出。如果你错过今天精彩的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5点半到6点半收看精彩的重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天下卫是这 YouTube 官方频道上面收看精彩的这个节目内容，这个 YouTube 的 QR code 应该在这边。好了，最后祝福大家都有个愉快的一天，别忘了我们星期四再见了，拜拜。